我没事。刚才该拐弯了。是吗？我忘了。哎，小心！ 对不起啊，没事吧？昨晚上就没睡好啊？，我没睡好。来，喝杯。 上后边睡觉去。我没事儿。你不要命，我还要命呢。上去。那我睡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精神了。 你别走，你不能这么狠心的扔下我一个人不管。曹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甚至都没有脸留下来，让你原谅我。你别走，岳峰，你跟我说清楚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多事瞒着我？ 还有那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走了谁来告诉我？谁来帮我？你别走，岳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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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喂，刘总，对不起啊，我睡过头了。您还在谈事儿吗？我和客户去吃饭，不用车了，你自己开回去吧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 是啊，这电视。你们老板送来的。我老板？说是赔给你的。你说说，你跟你老板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一会儿说把电视砸了，一会儿又送来一个这么大的大家伙。去哪儿？啊，凤城大厦。 这儿策划你了，是我不对啊。人家道了歉了，怎么着你也得表示一下吧，啊？哎，那电视你看了没？那可是最新款的，液晶高清晰啊！我听别人介绍呀，功能可多了，什么画中画，什么多台搜索。 这个清晰度啊，听别人说都快赶上电脑显示器了，看大片特别过瘾。怎么样？哎，你买电视不就是为了孝敬婆婆吗？老人家看了之后，是不是特满意，特高兴？我婆婆眼睛看不见，你说的那些对她都没用。 这外立面你要用那个用 LED 灯啊，把整个都把它弄起来。没问题，好吧，都放在这边是吧？对，从那一格一格的往下铺。其他还有什么？还有到这反过来这一面。嗯，你觉得这一面弄什么呢？这一面把这个弄大点，二号这一面给我弄扩大一点。好，扩大的做行吗？好的。 说了吗？你小时候还跳过舞呢，啊？我真的不会。哎，一会儿选一个简单点的啊。